对于一般上班族常有的肩颈的酸痛哦，那他手可以抬起来，那么我们日常的训练的话，可以加个哑铃。那方法就是说，用一个大概2公斤左右的哑铃哦，然后做一个举高的动作，来，下巴先抬高，来，下巴胸部挺出去，下巴抬高，然后放松，来，再重复，对，好。借由这个动作的话，可以强化我们这个臂神经丛，它还有这个胸椎跟腰椎的整个活动，让你日常工作当中能够减少一些过度疲劳所产生一些肩颈痛。